你或许用过 Epson 的印表机和投影机，但你知道 Epson 也有推出可制造其他产品的秘密武器吗？ Epson Robot 机械手臂也是生产日常用品的大功臣。你知道隐形眼镜就是机械手臂的杰作吗？它们可以安置于无尘室内，精准地进行移动与取放。但机械手臂不仅只能在无尘室而已，连高温的环境也难不倒它。目前几乎人手一件的手机，其贝壳是将金属原料加热融化铸造，并加压射入模具内，最后再取出成品。而机械手臂 C8 可以在高温中执行并完成任务，不仅降低人力操作的危险，还能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，大大增加生产效率。此外，携带方便的平板电脑也可用机械手臂完成涂胶，并执行面板贴合的动作，降低过去人工处理的误差，优化整个生产过程。最后，你一定没想过，机械手臂还能做出美味的双麒麟，而且完全不输给真人操作呢。看完了 Epson Robot 机械手臂的攻击，但它的可能性其实超乎你的想象。Epson Robot 机械手臂具备高速度、高精度、低震动、小巧不占空间、视觉辅助与力觉感测等六大特性，可应用在 3C、钟表、食品、车用电子、制鞋、化妆品到医疗等不同领域。有了 Epson Robot 机械手臂，让自动化变得更简单、